现在是早上起来5:56，大家看见了吗？北极光出现了，看见前面那个颜色了吗？因为前几天新闻报说我家乡这个地方就出现北极光，没事我老注意，我拉近点咱们看看啊，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？看见了吗？这个颜色应该就北极光，你就我咋知道这个颜色是北极光呢？因为前两天我家乡这边出现北极光以后。我在新闻上看见了，跟这个一个色儿，就是这个颜色，就这一块有。但是拍的吧，颜色有点发，但是我现场瞅的吧，它是挺红的，这视频一拍，它就变成这个颜色了。我现在在我妈家呢，看我家这个烧火柴了吗？就剩这些了。这一冬天到现在为止，已经烧了那一大半了。之前那些全部都跟这个前面这个烧火柴是一起的。今天呢晚上啊，那个快递的老板呢，他请我吃饭。他说了，要我今天晚上呢，我俩一家喝一斤酒，然后呢，我今天我得提前把活干完，然后晚上上饭店去吃饭去。看看晚上这个老板准备什么菜啊？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家乡最好的奶粉，因为我家乡这个地区吧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，这个呼伦贝尔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大，有森林，有草原，还有口岸。我家这块呢就是在森林，从我家这个地区呢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还有200多公里，所以说就我家乡这个地方吧，当地老百姓吃的牛羊肉啊。还有这个奶粉呢，全是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。我家这个地区归呼伦贝尔管。这个奶粉呢，它一袋呢净含量是800克，看就这个净含量一袋800克，里面呢是32小包，一包是25克，1天喝一袋呢，正好能喝一个月。这个奶粉的配料表呢也是非常的干净，看这配料表了吧，就一种，就是生牛乳，任何的添加剂都没有。完了是无蔗糖的，无蔗糖配料只有生牛乳，保质期呢是18个月，生产日期呢都是新日期的。我把这个奶粉呢打开一袋，然后让大家看看里边是啥样的啊。它这个奶粉吧，里面都是独立小小包装的。我现在给它打开，把奶粉打开。这个奶粉吧设计挺合理，上面呢有个滴溜的，完了侧面呢这个口就在这儿，打开。看，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，这一袋是25克。这块也有开口，开口就在这个位置。奶粉打开，倒在碗里。我家没有那个杯，他们都拿奶粉，有专门喝奶粉的杯。我就一色用那个碗喝了。用碗喝吧，有好处，它好刷。边倒水的时候边喝了，看这奶粉直接一下就冲开了，奶粉已经沏好了，现在有点凉了。我妈跟我说这个喝奶粉的时候吧，必须呢得吃个饼干。因为吃个饼干以后吧，它就能吸收了。要是直接喝奶粉的话，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所以说，大家也得吃个饼干哈。这个奶粉高开水一冲的时候呢，高水一冲的时候呢，热水就有一股香味儿，它就出来了，就是牛奶的香味儿。这奶粉挺好喝的。我妈跟我说的，要我每天都喝一包奶粉。当时我老忘，这回拿回来一袋儿，今后给家里面就天天喝。我妈跟我爸他俩是每天一个人是喝一袋儿。最后我也喝一袋儿。每天一杯奶，强壮中国人。干了。这个呼伦贝尔这个纯牛奶粉呢，它是挺简单的。
配料表挺简单的，就是生牛乳，无蔗糖，只有生牛乳。大家要是有想要这个奶粉的呢，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然后下单就行了。下完单以后呢，我下午给大家全部都发走啊。这个奶粉老好了。大家看看这个奶粉的配料表啊，就是一种，就是生牛乳，它是无蔗糖，只有生牛乳。这个配料表呢，这是非常的干净。那个我现在呢，在我家乡当地呢找一家商店，咱们看看商店里就是卖那个奶粉呢，它那个配料表都有什么。然后大家看完了以后呢，跟我这个奶粉呢做个对比。最主要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大家在你们当地要是想买奶粉的话，完了上超市买的时候呢，好好看看那个配料表，尽量买这个带生牛乳的啊，生牛乳无蔗糖的这种奶粉都是最好的。然后咱们现在出发，一会儿看完了以后呢，我就给大家发货啊，发完了以后呢，晚上跟那个快递老板去喝酒去。大家记住了啊，配料表就是生牛乳的。大家看这个奶粉了吗？这个奶粉呢，它就是普通那种奶粉。看这个奶粉的配料表都有啥啊？看这个配料表啊，它是全脂乳粉、脱脂乳粉、白砂糖、脱盐乳清粉、麦芽糊精。知道这个麦芽糊精是干啥的吗？这个麦芽糊精啊，它就是增加这个奶粉的稠度。就是相当于咱们在家做粥的时候往里加点碱一样。完了第二个原因呢，这个麦芽糊精呢，它也是就是那个奶粉冲的时候，那个它好冲，就瞬间就把那个奶粉它直接全部给冲好了。这个麦芽糊精它是起这个作用的。我现在上快递大家发货啊，所有的货呢要装个大袋子里扔车里了，现在出发，黑天了。我家乡这个地方这个雪彻底全化完了，得五月份已经到快递了啊，开始大家发货，晚上11点更新物流。刚吃完饭，你已经到地方了啊。今天晚上是手把肉、煎个带鱼，然后还有蒸饺。这个酒呢，就是蓝莓酒，把它打开。这个一杯是多少啊？这家的话，这得到4两，这一大杯。有这4两，这个是这1两半啊。手把肉，这手把肉呢，刚才我撕开了啊，手把肉一共是2斤。来一块，这手把肉挺好的，一点膻味没有。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嘛是呼伦贝尔，呼伦贝尔这手把肉老好吃了。蘸点蘸料，这里面有韭菜花，哎呀真香啊。来一块，来这个我这有。有啊，我来点韭菜花吧。可以，你看怎么吃的啊，拿韭菜花蘸着这个。拿韭菜花，对，蘸着行吗？这老香了啊。行，来喝一口蓝莓酒。好，这蓝莓酒真好喝呀。来个带鱼，这个带鱼吧，既然跟平常的带鱼不一样，不挂糊。对，平常那个带鱼吧，在饭店买那个，它上面包了一层面然后煎，那么煎的不好吃，这么煎是最香的。老香了。来，你咋后面？我还得再来一口。啊，来再来一口。这个酒泡多长时间？泡1年多了。泡1年多了吧？嗯。这个酒那个是多少度的？50度，必须50度酒。看这50度泡的蓝莓酒。饭已经吃完了啊，我现在我到家了，因为喝酒的时候吧就不能开车了，走路回来的。现在我到家了，宋姐就在家呢，看手机呢。行，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啊，然后咱们明天再见。